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你还拼拼喝，人家不是卖一杯一杯，人家是卖回去自己泡的。啊，别别别别别别！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台南人在接受外来人比台北人还要开放，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是面带微笑，而且是很真诚的微笑，所以觉得跟他们沟通起来非常流顺，非常容易，而且非常快乐。 让我感觉到这里的人是以这种互相接受，而且互相帮助的态度过自己的生活。缤纷万千在轻松西游，为您呈现。